我们接下来来去谈，这边应该要把它变成是否一岁前两个月，就是新生儿两个月是否漏针或者是没有漏是针，是否漏针，应该要把它改成是否漏针，这边才会变正确。应该要把这个函数改成是否漏针，就是一岁注射日期二月是否漏针，也就是说大于零我们就叫漏针。好，所以这个函数要请你自己写一下。来，滑鼠右键一样，新增资料行，请你改写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写这个小小的函数，用 if 来判断是否漏针，请把资料行三个字删掉，改成什么？一岁注射日期刮胡二月漏针。我希望东西函数都摆在一起了，一岁注射日期刮胡二月漏针，因为我要判断它是不是漏针，所以 if 用 if 就可以完成判断。 tab 键，那用什么来判断呢？就用一岁注射日期刮胡二月，它是一个值，是不是大于零？大于零我们就给它一。好，所以一撇来去呼叫，有没有看到好多你可以选择的栏？用方向键来去选，选这一个一岁注射日期刮胡二月 ，Tab 键大于零，就我们判断它有没有大于零，有大于零就给它一，没有就给它零，所以反正零不算漏针。好了 ，Enter。